你好，你好，啊，我是跟你相亲的，我叫肖宇。啊啊，你好你好，我叫古老嘎子。啊，这家伙的，咋不正眼瞅我呢都？啊，没事儿，那个你该说说你的，我能听见。啊，那个有没有啥存款呢？存款有，几位数啊？手指头查不过来。妈呀，上伊斯坦呢？啊，妈，那这有钱，那个房啥也有吧？啊，房也有。多大平的？那个600多平。哎呦我，那你家车得多少辆啊？车的话就3辆车。那都啥价位的？那个也都不咋太贵，有个保姆专用的啊，那个就丰田阿尔法，再就是那个我爸和我妈一人开一个。啊，那个那你咋不开车呢？啊，我不愿意开。不用开车也行，你这条件正好，将来我给你当司机都行，是不是？你有驾驶证啊？你必须有啊。哈，那挺好。嗯，那个说半天了，那个你对我有没有啥要求吧？啊，我对你没啥要求。啊，没要求啊？啊，那你觉得我咋样啊？我觉得你挺好的。哈、啊、我觉得你也挺好的呢。要不咱俩先处处看呢？那咱俩处处看也行。哎呀妈，要我说你眼光真高，就我妈啊来之前好多埋汰我。啊、就说我啥呢？啊，你就两婶，我跟你说，你得皮改一改，要不然我跟你说，瞎都看不上你。说多难听，是不是？我认为你妈说的还是有点道理，是吗？啊，那个天真热，咱别搁这唠了呗。那个，咱吃点啥去？那你想吃啥，我请你。咱俩喝点冰咖啡啥的吧。啊，那走吧。那走吧。啊，走吧。啊，哎，对了。哎呦我的妈！咋的？你说啥？这没事儿。哎呦妈，这真瞎呀，这是啊！走，我也认了。来来来，我扶你来。啊，没事儿，我这把棍儿老准上了。是吗？啊。